我真的很不喜欢做短片。嗯，功德功德。吴荣兴，我们看见了你，你到底看见了？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先帮我订阅好不好？每周三、五、六日不定时会更新影片，记得要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影片上面的第一手资讯哦。吴荣兴看得见耶！ Yeah, 今天我们来到新竹，好久没有这个太阳这么大，你是不是也是很少这么早出来？啊，我们等一下去那间虾场，看到吗？啊，看不到了。我们先来蹭饭吃啊！找我那个新竹的朋友阿奇，他这边真的是很近哎，就拐个弯而已。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吗？我们就拿过去看一下吧。耶耶耶！哎哎，你怎么来？哎，不行啊！突击检查！哇！突击检查！有事情家。我们的午餐呢？在。明明就约好的。他这边真的是很厉害。为什么不可以调番茄酱？所以你等下是。那边掉一小，那边掉两小。对啊，你不是说掉一小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阿奇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真的。要求不多，半斤就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那边不是真的，我两小掉有一斤，我就很开心。没有，我现在等一下掉有一斤以上，全部丢回去家嘛。不要了，丢就不会咬。好。Okay。现在我们吃饱喝足，看好多人，那边应该都是在地的。那刚才阿吉有跟我讲说叫我们钓一小时，但是我觉得钓一小时怎么叫钓虾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开两小时。你确定？大概跟我建议几个位置，他是说进去之后啊，其实他讲我也听不太懂，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直播，我也听不太懂，反正进去看就知道了。现在几点？你手机？12:47，可他这边是下午1点开门，开到几点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就直接到那个鸡架厂等他开门。OK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OK， 好了，他现在开门，刚好遇到两个观众，拍戏啊。两个观众，在门口量体温，现在疫情期间，量体温。这么多人怎么掉了？那就做短片了吧，怎么办？那就做短片了。做短片了。我真的很不喜欢做短片。那个他们店员说短片也可以做，他们进来还要贴这个标签。现在是怎样？不是。好，那我们就做这了。我今天拿这个极电光，然后用我在测试的这支标，算台北的天平。因为做短片，我就用短一点标，用40线。先干掉就好了，它水没有很深，40线，我这样子现在大概是量到这，所以可以再往上一点点。一样，先漂个2公分就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准备开干了。不高利耶。
不要有尘啊。合理。公的公的。原来是没有吃啊。原来是没有。啊，你讲。见见呢。快点啊，爽完了，快点啊。正吃的，你这样子懂？关系，他走交的。喷到每一个人的脸都是十六只，我镜头没有喷到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但是我们都喷到啊！来，去过了去过了，来拍一下拍。喂，给他掉到喷的我的裤子，我裤子都湿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报告，我们等下再，其实又见他几间人是真的很多，真的。我们刚才有没有吃鸡蛋？啊，然后现在怎样？全部开一小时怎样？对啊，全部都闪光。
你那时候跟我讲过，新竹好像都这样子，真的变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也是掉一角而已。那你朋友嘞？在那边。他们也都是掉一角。他们要一起回去的。好好好，等一下一起过去玩。对啊，不要去。要。我们待会见，下一场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掉多少？应该有一斤多啊，我先收一下装备，等一下再来看。OK， 好。录了吗？一个小时，十五只啊，16。哦，16。那虾子有些都还蛮大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蛮多的哦。哎呦，我猜一斤12。一斤15，一斤12，厉害了吧？一斤13，两一个小时 ，OK 了。啊，因为我是看后面，他这边放为什么放两只虾？他1:30有放一次，1:30放嘞。对，哇，我刚才看他1:30有放一次，然后2:00又放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跟这边我的观众也去下一场。那喜欢我的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帮我影片按个喜欢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，很可以哟、哦。